新闻继续来看，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台湾省嘉义县指挥推动弱势学生助学援助计划，到即马已经辅助着247名的学生会当安心来就学。而个过几天就要过年啊，受辅助的学生和辅助人七号伫个创新学院内上计划，大家欢欢喜喜捏红包和新春贺礼，同时和辅助人欢喜来围炉做伙食团圆饭，场面是温馨又个感人。帮助囡仔看到未来，嘉义县红十字会帮助助学援助计划进入第十一档，过年前进举办爱相聚放学习助学援助上计划十一周年暨志工表扬大会活动，邀请到负责人和受辅助的学童、中学生、大专生共享围炉之乐，互相交换礼物，同时颁发着奖助学金，让唔惊困境、成绩优秀的囡仔会当得到鼓励。我们数学人们工程已经走到第11年了。那我们感谢我们所有的辅助人，在这个社会不景气下，给我们小学生的帮忙，因为他们的帮忙，我们小学生呢才能够把这个完成的学业，那这个好那今天呢，很多的给我们这个小朋友，这个大专生的小朋友黄龙好呢，他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在就学期间啊，他得知他的妈妈。他这个身体不好的时候，他们能够回去照顾他阿妈，他非常的感到很抱歉。但是他今天利用这个场合呢，对他阿妈讲说：“我爱你。”这个让那个学子的话，除了这个学业以外，能够跟他家人的互动，我讲是我们红十字会帮忙小学、帮忙学生、学子的最主要是说，除了学业以外呢，希望能够做人受事的话，能够达到我们社会一般的标准。那我们数学工程呢，这个走到十一年了，我们还希望各位善心人士呢，继续给我们红十字会支持，让我们这个数学工程能够继续下去。那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这些家庭困苦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安心就学的一个环境。那他们现在这个计划已经执行了11年，总共也帮忙了247位的学童，我想这对我们这些学童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协助。那我们也很感谢红十字会也今天办这样活动，让我们这个学童还有他的辅助人，他们可以来见面，也可以表达他们感恩之心。会长题目也指出，上计划活动是红十字会的传统，邀请辅助人和受助的学童相聚机会。辅助人鼓励受助学童向学向善，受助的学童也可以亲身向辅助人来表达感谢、学习感恩。最新新闻，准备新嘉义县彩虹报道。